来吃红柿，而且超级无敌好吃，它炒菜很好。我们决定你是怎样？你知道，这间真的不错，虽然外面看起来啊，这沙发很赞，这两张大床，然后呢，这里有微波炉，它这里还有冰箱，然后还有煮的地方，然后下面还有一些刀叉，然后这是我们的浴室。里面是洗澡的地方。我刚刚挤了两个小时才终于可以往前，太疯了。大家，今天是纽约的 day two。我在想是第二还是第三天？第二天，然后我们先要去吃昨天那间韩式，因为他想吃，你去吃，没错。然后呢，再去时代广场，因为昨天都没有逛到，然后所以我们脚快痛死了。所以呢，现在时间已经大概快三点了，我们睡到一点出头，大家都很累，然后今天才洗澡，十二点哦，还是要十二点，我睡到一点。他们路上都很多这种小餐车。好香哦！我有点很胖又辣。我们现在来了麦迪逊广场公园。这个有大椅子，布灵布灵的。这个是这把你拍的太小了，这个还可以。本来想说晚上纽约不要出来，但这边超多人的。然后今天只去一个地方，所以太可惜，我们就连这里也来了。他在找警察合照，我们等一下也要。还好笑吗？这很酷啊，这个好笑。现在这边还是很有圣诞氛围，糖果，很可爱。点了这样，看起来很好吃。我没有奶昔味的感觉。没有奶昔味，你要喝看看吗？不会再买，喝一次就好。我觉得太稠了一点。嗯，太稠。调。料超多。应该是这里。是吗？中央车站，应该是。好可爱哦，还有只老鹰。这个地方就是还有在营运的车站，然后我们刚刚看它目的地是到很远的地方。我说希望台北车站也可以长得这么漂亮。对啊，台北加油！纽约公共图书馆，天气超好。Unboxing 一下，刚买了两个帆布袋，还有两张明信片 ，New York 两张，
信片，两个帆布袋，给我弟跟他女朋友，然后这边还有字，这个的英文字比较好看，要帮我买双白黑色，它比较有意义，一个要使用，它台币700多左右。盘子，不是盘子。我们现在到了时代广场了，这一条街都是时代广场。我们在这边吃个饭，然后吃完饭之后就要去教堂跟观景台。来教堂里面，超漂亮的。它营业到8:40。我们现在要来洛克菲勒观景台看，然后是我们的票。我们有先在 KKday 上面买，所以比较便宜。7:05已经去了。好漂亮！但是那个玻璃挡住了一切，太强了，哇，烧掉。我们上来了，但我觉得来过芝加哥的就会觉得这边的还好，芝加哥的更漂亮。做什么？好可怕！有人坐在上面，那里。来买这边很有名的一个餐车，是必吃的，叫做了 Hollow Guy。我们要回去，刚买了奶昔，还有买 Triple A， 对，我们今天的第二杯奶昔啊，是 Oreo， Yummy Yummy， 哦，闭嘴啊！你要唱来什么 ？Fruit Salad， Yummy Yummy， 根本没听过。在学餐的厕所一天到晚都播，然后每周唱给他听。好，泡面 Seven 买的辣。嗯，够很好吃哎！他们有把它拍，我觉得可能 Red 的时候会更好吃，肉好吃是软的。嗯，我打吗？在美国食物算还蛮好吃的，它是中东食，所以果然是好吃。它糊了吗？它直接，它嘴咬谁？它糊了，它嘴嚼了，因为它凉了，所以就是。嗯，如果瑞的话可能会更高分。对，我也这么觉得，大家都听到。今天是 day 四，美好的一天用50兰开启。我们要来买50兰了。哇 ！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什么意思？点了 strawberry assay， 看包怎么样？还蛮漂亮的，然后他点的是 pineapple， 我觉得也很好喝。激动了，太好了，还不错，真的啊，你这个，但它没有想象的甜，对吗？就是淡淡的甜，就是有点草莓水的感觉。结果我们经过的路上发现一栏没有人排队，所以我们就进来了，因为之前看他每天都大排场。我觉得这边比较好吃啊，但是我太久没吃，很好吃哎、欸，有可能，超好吃的。你想跟他玩？再不来啊！他跑走了，你别再。而且我也跟草草一样。对啊。我一个草。来来来来来，快过来！这里。超大了，好可爱哦 ！Thank you for believing in me. Thank you. You should be believing in yourself all the time instead of having. Honestly, I put my hand in there just a little.来了 ，Joe's Pizza。
鸡腿，来快吃。嗯，这好吃多了。9.5，几分？好，几分？9.5，有9.5。我们看7点的，然后看2.5小时到9点半，这是今天最早的一场吧？我们买得到的哦，买得到最早的一场。我们现在进来了，对，我们在这里，超级无敌后面，但是至少还是算看得到前面。哎、欸，很漂亮。对啊，它会有那个交响乐，超漂亮的。这是我们的手册，很可爱。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，期待你哦！他们迎接我们，真的是。对啊，他们每个人都超有活力。走回去，等下又冷了。因为我们那时候去了其他麦当劳，但是还没有鸡块、薯条。然后奶昔也卖完了，然后刚刚来的时候发现都有，所以我们就点了20块鸡块。服务员在唱歌，对，他在唱歌，超可爱的。然后阿拉丁，阿拉丁好看吗？超好看，可是我要后面有点，就是没有前面那么精彩，后面没有那么的，就都是跳舞，有点 down。嗯，但还是不错，真的要去看。Overall 不错，但是 speechless。什么？好难过，他有一首很好，他有一首歌超好的啊，真的哦，所以很有名是吗？但他们没有唱，没唱，好吧，我来听。Overall 不错，不错，终于喝到。I am street smart， 还有那种冰沙的感觉。嗯，但我好像比较喜欢，哦，它有一种味道。啊 ，banana， strawberry banana， 真的假的？嗯，它刚刚名字就是 strawberry banana。嗯。但也不错，我比较喜欢这个，真的，比较没那么甜。我们在吃东西，刚刚在 Seven 买的，因为不想被当盘子，这边超贵。我们没有吃晕船药，所以怕晕船，所以先吃个东西。要起航喽！现在进来了，gift shop， 然后这边很多纪念品，超赞的，还有这种帽T，我们就要在这一个岛上面晃一下，然后到时候再上去游轮，然后再去第二个岛。我们到了自由女神，在这里。哦。可以拍自拍，然后你觉得啊、哦，还有国籍耶，上面，再来，哟、啊，我刚甚至看不到我自己，你太高了，好、啊、可爱哦，其实，对啊，好 ，next， 我被送出去了，啊，怎么在这里？Eiffel Tower, Paris. The full statue begins to towering over the. 哎，超酷的！我以为它就是法国送给美国的自由女神是整座，因为我就想说是送她的礼物，以为是整座送过来。我想说这么高大怎么送过来？就它是来这边，哎，它是法国建完，然后运过来，然后一个一个盖起来吗？还是法国人过来？点的 chicken tender 跟一个奶昔，没事，你小心，你不要撒到就好。这个才5块多，所以这个要300块，一块要100多台币。我们是盘，但已经算很便宜，好喝吗？那是 mango and pineapple， 为什么我喝不出来啊？我完全喝不出 mango 哎、欸，嗯，甚至是好喝，但它很像冰沙，它不像，蛮酥脆的，嗯，比美国的东西来说好吃，好吃是好吃，嗯，好吃。我们到第二个岛了。
买了冰淇淋当盘子，一个要5.5块，但它是含税啊，所以150还可以，是很好吃，你一直吃。我喜欢它的口感，里面的那个口感，长这样，嗯，好吃哎，而且不会太甜。比较漂亮的。好，没有，我要给他们看质地啊，它上面是花生粒，然后香草跟巧克力，好吃，而且很大只。漂亮哦，我们来外面，等一下要准备回去了，现在已经4点了。吃火锅，它是一个人的小火锅，走吧。好香哦！好香，超级香。我在纽约很想你，哇，这么会讲话，开心，超想吃火锅的。我们吃黑豆，它这些都是可以免费叫，真的很好吃。现在要去吃 brunch， 刚买了一杯史兰冰淇淋盘。今天天气很好。不太阳，虽然很冷，今天才1度。这间好像是纽约蛮有名的一间早午餐。来了，这是 beef， 然后这是 shrimp， 这两个感觉都很好吃。这么多人推，怎么没有表情？有点尝味道。哦，那个脸看起来不是很 OK 呢，就有点苦苦的感觉。嗯，香肠味是有点，它是有柠檬的。哦，我觉得它的柠檬是很好吃，但我觉得比较好吃。我觉得它有点偏死咸，但 也不差啊，就是两个都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吃的味道。你要拿随便我吃，其实是美式的那个。哦，虾子好吃，虾子好吃。我们到了自然史博物馆。它头到那里去，然后尾巴在那里，好大只哦。我们来了 Little Island。结果我们要来这里买盲盒，太可爱了。那一个要10块，没关系，不难吃，不难吃，不难吃。味道是香肠，但是我真的觉得太硬了。但这样吃就满分5分，3.5。开盲盒时间，我后来买了2个，先猜这个吗？你要先猜这个吗？然后我们一起猜、这个。好，我先猜这个。我不想要这哦，可是这其实现在看起来蛮可爱，因为他在拜拜，他在拜托。但是我比较想要这一只，鲨鱼的，因为他躺着没有张开眼睛，这样子也可以，都很可爱。但是全部都可以了，基本上。哦，可是这只他闭眼呢、啊。他在睡觉，我不想让他睡觉。那我觉得你，他说你最不想要哪一只？哦，我讲出来了。没事没事，首次猜盲盒会有运气的。好，对对。他那我不是应该猜先猜那一个吗？你这个有特别想要哪个吗？那个我全部都可以，因为我觉得都很可爱。哦，我觉得。那我就什么都不说。你觉得是哪一只？你觉得是哪一只？我觉得吗？我猜吗？我觉得会是这个。可以，这只可以，这只是鲨鱼，跟我的一样哎，好可爱哦。那你猜你的是什么？我猜我的是这一只，只是突然的预感。我猜是灰色的。这个、OK， 我看到了，我害怕。虾虾，哎，我刚刚是不是说我猜这只？应该是吧。对，我刚说我猜这只啊，我猜我
我现在猜灰色，但这是我想要的。哦，真的，啊，这是我想要的，我看，好可爱。哦，这是我的是炸虾，再来看。我的是炸虾，他的是还没炸过的虾。我的是鲜虾，好可爱哦，超可爱。你吃够多虾了吧？谢谢。巴拉拉布丁，这边很有名的布丁。哇！喂！这是那个蛋糕的感觉。对啊，但它不是香蕉。嗯嗯，好吃。嗯，就是。好好吃哦。那个嗯是永远不会停，这吃一口像对啊，好吃就这样。那你大家继续，拜拜，拜拜，继续吃喽。You're gonna have to hurt